舒淇被侯导狠操，张震补一刀。话说女神舒淇昨天咻一下从欧洲搭机回台，又从机场咻一下赶赴映后座谈，睡了一晚美容觉，今天跟侯导张震出席刺客聂隐娘记者会。果然那个出场的时候比较不一样，气场太强大了，气场再强大碰到侯导呵呵还是GG。神奇爆料找他抠斗，那个我大概跑了，我也不晓得跑了几次，然后侯导就在旁边说，你要那个缩小腹，缩小腹，然后要膝盖弯曲，你看，我就心里头一阵 OS， 一来呀、啊，一来呀、啊，所有的我吊威亚360度旋转啊，跳啊，飞啊，这样啊，就棒就那些全都被剪掉了。哦，取舍，取舍就是你在剪接的时候，剪接的时候你感觉被剪掉了。不过舒淇跟侯导还是有合作的蜜月期。第一次跟侯导演合作的时候是一个在摸索的阶段，就是比较不懂的侯导他到底要的是什么，就可以随便乱演一通。说到他拍秒的高峰当然是聂隐娘啦。当我跟张震打的时候，因为我在他的眼神里看到了仇恨而且他每一刀划过来的时候是非常有爆发力的，就是想要把我彻彻底底的大卸八块的感觉。我又是聂隐娘，我不可以害怕，其实我的心里头是好恐怖哦。但是谁把我的脖子划了一刀？是头吧？是头顶吗？我记得是打到你的头，打到头那个又是另外一个。所以男主角张震也是苦主。导演说啊，就是未来每一部电影都一定要再跟你合作。你听完这句话，有没有觉得很害怕？加码爆料，他当年刚认识舒淇时，我们还聊了蛮多的。然后要分开的时候，就留了一个纸条给我，写了你的电话。但那个他没有写名字，他的名字叫大美女。他说以后你要看到我就要这样叫我。为了 online 大美女超忙的，会后又飞去欧洲拍片了。导，听我募集100位爆料公民，每月独家爆料2则以上照片或影片，如采用当月就发20000元奖金。爆料拿奖一举数得，照片1000，影片2000元，每周点阅数最高再送奖金50000元。全民监督社会，从爆料做起。爆料请打电话或用 APP 电邮等各种方式。